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段特别忙，然后一直在忙那个农场那边的事，现在终于干完了，那边的大活基本上就弄完了，还差一个那个大门装上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把这些狗带到那边去了。这段时间呢，就是那个生了三窝狗，第一只是那个灰沙，生了14条，第二只是那个白道，生了11条，然后最近这两天又生了一窝，生了5条，是那个我犬舍的那只最早的那只白脖子生的，生了有3天了吧，一会儿带大家过去看看，生出来的小狗特别大，基因遗传的还可以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走，带大家过去看看去。看看我这个小院不大，现在犬舍多了好多狗。大大小小有30多只吧。白脖子在那个角，可以看看去。这是黑沙，生了14条。然后这边是白道，这些都是普家犬，普雷萨、加纳利普家犬。白道生了11条，然后有一只白色的海盗眼呢，生下来的时候就给憋死了，然后现在剩10条。去看我的白脖子吧。在这儿，看看里边，等会儿进去看一下啊，我先去给他搞点吃的，走。这个里边是专门给他们做食物的，这是一锅高汤。里边是鸡肉汤配的那个疙瘩汤，还有鸡蛋，营养比较丰盛。然后我给那个白脖子给他弄一盆，今天这是第二顿了，早上喂了一顿，然后再给他加点狗粮，狗粮在这边。放这个锅里边了，一顿就是这么一勺吧，一勺狗粮，然后配着那个鸡肉，还有这个疙瘩汤，差不多。这是今天第二顿了，这个现在刚生了小狗几天，营养一定要给它跟上。他已经着急了，来，把门关住，看它的奶水挺好的，
这个犬是西班牙普雷萨加纳利犬，普加犬，是那个阿特拉斯短耳血系的。这种犬现在在国内还是比较少的，没有多少条。这只母狗的基因相当的好，而且它性格也比较烈。前几他隔壁是他哥哥黑豹，然后经常打架，他俩上次把黑豹把他哥哥都给咬伤了。他之前把我家那只妞妞咬伤过好几次，鼻子都快咬掉了，都是他咬的，但是他一点事儿没有。这个普家的这个性格啊，情商啊，还是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比较喜欢的。这个现在犬舍道家也没有了，现在养的全部是普家。它的整体身体结构比较好，然后身上基本上没有赘肉，看上去比较结实强悍。抵抗力，而且抵抗力也是特别的强。包括这边这只白道，这些都是普家犬。现在这只白脖子是元老了，在我犬舍这边三年多了。性格非常棒。奶水还可以。来吧，它吃完了以后咱看看它的小幼崽啊。看看现在，这是笼子上面弄了三块板挡住了，有时候不弄不挡住以后，看隔壁是黑豹，看见了就想打架。来吧，看看小幼崽。这是生完以后给他弄了一个这个红单子放这儿了，大家看看能不能看出来这是几条啊。现在这个灯光有点这个暗，我拿另一个手机啊，把闪光灯打开。这样看能不能看得清啊？闪光灯照一下，看看啊，看看这个小狗，还生出来三天，就这么大。哎呦，狗妈进来了。看到没有？看见中间有一只了吗？这条母狗生了五只，就中间那只小的，看没有？那个是那个白道生的，是白道那窝最小的一个，那边现在有20多天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20多天的小狗跟刚出生3天的小狗比，看看能差多少。这只因为它那个怕它在那边吃不上奶，所以我把它弄到白脖子这儿了，一点点看不见这个。
出生2天了，还没有这个刚出生3天的大呢。一开始以为这个白脖子能生个8条10条的，结果生了5条。第一条生出来一看，我一看，哎呀，这么大，完了，肯定的生的少了。这是3公，2母，一只白的，这只白的，哎呦，真是很罕见啊，返祖了，白脖子跟黑狼都是花的，出来一只白的，海盗眼，很漂亮，这只白的很漂亮。下午了，这边暗呢，我尽量拍的好一点。看那只小小家伙2天了，还没有这刚出生3天的狗大吧？真是真大呀！黑狼的遗传基因跟白脖子的遗传基因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看看，近距离看一下吧。也奶也好，白脖子奶也好。这只小家伙弄过来的时候，白脖子一直在那儿嗅它，然后我在这待了好一会儿，我再离开。现在这会儿应该没事儿。现在这个小狗拉了尿了，大狗都给它舔干净了。这一窝都是急性子，而且兴奋度也是都是特别的高，从小就能看出来。那条出生20天，这条出生3天。看看这只3天的比这个20天的大多少，大这么多。几只强壮的小狗，
西班牙普雷萨加纳利犬，普加犬。